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给了他需要的爱。你是怎么想象的？关于你们的未来。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。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，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？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。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？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懂。如果已经不在乎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？ 一年是多情，一年是无情，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，心中那么美的墙翻不过来，最恨是自己。为何心心念念要的爱，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。